这样啊，你自己这样啊。因为他蛮轻的，他不会很重。对啊，因为你抱久了，对对，他就习惯了。小朋友不是小时候很怕，然后长大了。婷婷下来了，完全的下来。安排绑，来放进去，嗯，绑掉，好简单。收好哦，收好，收好，一直抱着，收好。不要放在嘴巴，不要放在嘴巴。还有谁要帽子？这个。来 ，Candy，Candy， 你要不要？刚好，刚好，刚好哎。那个脸要挖下来给他，脸怎么挖？要切平的。去年我就是一张牙切下去之后就大哭，他说你怎么把我这是闪电棒，你怎么把闪电棒的脸切掉啊？还用平的切？拿起来放旁边，等下再吃。抽签，然后切的，就按，比如说一二三四五。
还要组装起来吗？对，那个要不要剪刀？